也不互动了，先针对线吧。打出是在互动，打剑姬前面要很集中。是时候进行抵抗了。所畏惧，你完全充能。好 W， 没扭掉。前面给他凶一点，无所谓的。哇，帅！两个闪是吗？是两个闪还是一个闪？步步接触。想浪一波，可以浪一波吗？算了吧，还是回家吧。打剑姬，你要记住，你是征服者打不灭，征服者打持续伤害比不灭厉害，但是不灭消耗比你厉害。谢谢 ST 送的粉丝牌，谢谢。打到没的征服者来，打到没的带征服者。他带个不灭，你跟他打消耗，那你肯定是亏。那征服者打不灭，那就直接跟他刚吧。对啊，没进游戏前肯定不知道对面的。剑姬打不灭杰斯就是骗局嘛？还好吧，我感觉不灭剑姬比征服者剑姬厉害，征服者剑姬不厉害了。我们的未来很光明。哇！正在充电。再见。打角哥是带。太古，他带偷钱叫太古。我有一波想法，六级打五级，这波可以越兵枪杀他吗？算了吧，好像不太行。变形完毕，是时候进行抵抗了。不行，那不浪费我自己时间啊！不行，想了想不行，他这波回家整了个红水晶，根本伤害就不够，打不死。不是怂了，是真打不过。这波上去就是送的，我跳上去，他直接把我那个他一个 W， 先把我随心态的伤害躲挡了，他就可以杀我了。这把队友是劣势的，要打得稳一点。
时刻准备的。哦，他不命。完了，为什么伤害那么高啊？一步错，步步皆错。再见。哇，为什么他只有一个洪水金枪一把长剑，为什么能打我这么多血啊？凭什么？我去，不公平，这真不公平。就一个洪水金枪长剑啊，凭什么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他优势，我劣势呢。如果是我劣势，我在想我该怎么打。如果这把换成是我劣势，我手太酸了，感觉玩太久了。铺平道路。将战锤砸下。锤时间，我们的未来很光明。我觉得中单怎么这么送啊？换血换不过了，真的有点换不过了，我去。正在充电，一波直接回到解放前，他还把我线控起来了。已组装，是时候进行抵抗了。打不过他，我要等星石出来才打得过他。我说这为什么他这波这么赶，就感觉旁边有人，但是他就算没人的话，这波我也难打他。哎呦，上波死完之后真的一点优势都没有了。哎，这样我本不富裕的对我雪上加霜。我也回家星石，来这波神话打一波神话。大炮已组装，我将照亮。神话打神话，这波公平，给大家杀了一波。
这波绝对的公平。别来人了，让我跟他打。放眼未来，还没大招，那他这么说。今天的队友确实有点奇怪。主要是他让了我位置，但是他送太多了，绝对不要回头。哇，死一级的吸血鬼，真能杀吗？杀了，1000块。哎呦！我刚想往里面跑。我刚想往里面打个盲炮，看能不能打死他的。再打打看吧，这一千打完感觉还能再打一下。对，我想打个盲炮，没想到他直接把我 Q 死了，因为那个时候我感觉他 Q 不中的。我视角都拉过去了，无所畏惧。我感觉狗熊他不想死的话，他打吸血鬼不可能死这么多次的吧？他是个狗熊啊！我在想吸血鬼怎么杀，怎么一直能杀，能单杀狗熊？吸血鬼他没带点燃，他怎么杀死的狗熊？他是一个没带点燃的吸血鬼啊，他怎么单杀得了人？你说要是他是个什么脆皮还好说，他是个狗熊。前进的路，这波塔拉好像要来搞我。放眼未来，我应该不会，他应该打的先锋，我们是不是人？绝对不要回头。电击这个装备给他打一波。铺平道路。他们要来打小龙。
我走了，回家出个装备，再出来跟他打。他打完那个龙，应该马上会回家。动手！这 Q 为什么没 Q 到？来人了，他妈来了！哇，他这个隐身太关键了，那我直接把他杀了，我直接把他杀了，我还能我再留个一拍剑姬能杀掉的。他刚好隐身了，我那个一拍不出来，接一下。我知道他能来的了，差一点就等到我们小兵来了，这不等到小兵来有个规律无言的话，我感觉我死不了。那小兵来的太慢了，哎，正在充电。给老鼠拿头发。关了艾洛桥。吸血鬼啊，回家应该帽子了。我在等我大青云。吸血鬼是真杀不死，这把想赢的话，得我整个影魔刀加大青云才能赢。得我整大青云，还要再整个影魔刀。我去，翻盘了，翻盘了，翻盘了！哎呦，他那鬼子都偏走了。我去，直接灭梦了。操纵感觉能杀他。这不耗空了，要出到影魔刀才能赢，不然吃不住这个吸血鬼的伤害的。黑血球的露露，小清新，你是真够的。来来来来。哎，这波打完好像又有点机会了哦！只要我真的，我只要能撑住，我出个大影魔刀能撑住吸血鬼那套爆发，这把就有机会。就看我这个大影魔刀能不能撑住吧。因为我看他没有出法穿的，他没出法穿的话，只要我撑住他那一波伤害就能杀。哇，真翻了，给他奶一口，可惜。还有点机会的，这狗熊他让位置的，没办法，我这把是中路，我这把打中路就好了。我没想到他中路打成这样，
干嘛？我去，他真不没看到我什么装备吗？来了。我踢出来，等我踢出来，等我踢出来，杀他！这波要一定要拿到小龙。狗熊上，狗熊，别打他！打了个地魔。那拿小龙吧，拿小龙吧，别缺去了。我去，这狗熊为什么一直不敢上啊？这螳螂没出来，我全杀了。狗熊真的玩的有点抽象，这波不可能看着老鼠死的。他这波看着老鼠死，他上去晕一下，我都感觉我上去杀了。但是我也不怪，也不能怪他，因为他这把是跟我一样位置的。大龙不掉还有点机会，现在赏金那个赏金都有了，先搞个复活甲吧，真得整个复活甲，反正这把钱多，复活甲没了再换其他装备。那大龙吗？我直接四平伟哥走出去了。哇，我这波没影魔刀吗？我真没看到我的影魔刀没有，还是难打，真的难打，我没看到我影魔刀没有，这波吃了瓶伟哥都不生效，买了瓶假的伟哥，伤害少了好多，我去，这波磕了假药，我没看到我影魔刀没好。这波打完又开始难打了，因为这波大龙没了。哎，他好像还要再带一波。我这波大影魔刀，他应该杀不死我。哇，这什么魔鬼啊！15不出了，我先把那个村哥整出来。上去发了个点燃。我去，这人是人机吧？人机不会放点燃，
哇！败了，败了，败了，还是输了。大龙那波太关键了，大龙那波不该输的，就是我吃了500块那波，那波赢了就赢了，那波输了就一点机会都没了。叶之锋这没用吧？感觉。马上就一点了，再排一把吧。